现在正值盛夏，日本的烟花大会，你怎么能错过呢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观看日本的烟花大会吧。在日语中，烟花大会也被称作 Hanabi Daikai， 不仅历史悠久，底蕴深厚，而且与时俱进，创新不断。日本烟花大会作为极具特色的日本民俗活动，多选择在夏季举办，这也是日本夏季的重头戏，而且每年举办超过5000场。日本花火大会一般都会选择在河边举行，沿途会有各式各样的小摊位，类似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活动庙会，当然也就有着属于他们自身的独特习俗。好了，烟花大会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大家慢慢欣赏日本的烟火吧。Thank you.
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谢谢，再见。